你瞅你瞅你妈妈打架了，小宝宝着急的呀，你妈好厉害，怎么不在屋里打呢，偏得跑外面打，是看不着了是不，一场好戏。我去，打到门口。你看你妈厉害不，你妈喂奶不行，打架还行。小奶猫都看懵了，掉下去了，不追进去了。来，奶猫给我，没事，我不在我这。哎呦，找我来了，来吧。你瞅他俩，咱俩玩。最近这几天，哎呦，可好看啊！啊，一会儿给你啊，一会儿像成了，你不能吃太多，一对冤家。你俩能告诉我的是因为什么你俩又打起来了吗？是，哎呦，瘾好看很多天了，好看老来哎呦踩房子骚扰，吃哎呦的月子餐，完了还扒了哎呦的娃。其实你相信你妈妈打架是一流的，哎呦一直处于上风，好看属于防御，哎呦。不许抠耳朵，分散精力。没事儿，我们给你照看孩子，你继续打。啊，没事，放心，来，宝宝找你去啊，来去吧，宝宝，嗯，找妈妈去。来，来，宝宝过来找妈妈嘞。他肯定会找你，不会找他妈。听到你的声音就特别愿意去，你看看。这哪是？哎呀，直接找你去了吧。这哎呦，多失落呀！你看直接就找我来了，宝宝你回头看看你妈，你妈有点那啥伤心了，妈打架去了，你妈，你妈不伤心，你妈是happy的够呛啊，又去打架去了。宝宝你看你妈，你这所有目光都在我这，你别说，好看挺灵活，好看今天变成小胖子了。哎呦啊，我去，这俩玩意儿，哎呀，小宝宝不害怕啊？怕，太热了。宝宝，你咬人了吗？啊，咬了，你这还张嘴还回答？你为什么老咬人呢？啊？你是饿了吗？哎呀，你不要跑嘛！我这刚走几步你就追来了，至于吗？嗯、啊，知道你牵挂我的人是你哈。哇，好看上来了。这俩天天玩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你咬动没咬动吧？我去，小的都咬不动了，你还咬大拇指？完了，你妈疯了，你妈可好看。哎，偶像吧，偶像没有参加战争。偶像是，哎，快偶像！偶像看了一眼小宝宝就跑了。他已经状态相当于六七十岁的老爷爷了，找你去了。哎，来，宝宝，来吧，来吧。